第五题，已知在烧杯内有6×10^23 CaCO3 分子，则烧杯内的 CaCO3 分子有多少功克？这个是要我们求的是 mole。我们晓得我们的多少个去除以6×10^23，就是我们的摩尔数。也可以用我们的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来求我们 mole。所以现在呢，给我多少个求质量？所以我们需要用 mole 来当中间的桥梁。我们6×10^23除以6×10^23，就算出来我们有一 mole。这一 mole 也是用质量算出来的，所谓的多少 mole。所以我们有个质量，但是我们需要求分子量。分子量就是把原子量相加。CaCO3，我们钙呢是40，碳呢是12，我们的氧是16，有三个，所以要把它加起来，变成呢52加上48，也就是100，所以这里的分子量是100，所以我们呢多少质量就是100公克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，则烧杯内的 CaCO3 分子有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100 公克。